在这边，它要我们 sketch 它 graph on graph paper，然后过后再用 software 来 plot 出来比较。So 我的 1.332x 的时候呢，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那个 sin2x 是怎样的，OK？然后我们的 sin2x 呢，sin 它其实是这样的，OK？然后它这一个是到360，然后我的 sin2x 呢，它会有两个 complete cycle。然后它这一边我再退回这样，OK，这样它就退回了，在这一边它的这一个，它大概是在这一边这样吧，退回这样，OK，好，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知道它这一个会是360度，然后这一边是180度，然后过后零，然后这一边是一个，这一边也是它是。negative 90，上这边是 negative 180，然后这边是 negative 90度，这样，OK，好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这一个是减一到一，这一个是我的那一个什么 sin2x，OK，然后我的 sin2x 呢其实是在这一段到这一段，它要的是 negative 90度到180度，所以是这一段到这一段。OK，是在这一段到这一段之间，这样 OK 好。然后我的这一个呢变成三的时候，这个变成三，这个变成减三，OK。然后我的 negative 的话呢，就是说我 negative 的话，我就把那个原本下面的变成上面，上面的变成下面，所以它是这样下来，然后这一边这样，OK，它其实是一个半。来到这边，所以这边是180度，然后这边是90度，然后这一边是 negative 90度，然后这边是三，这边是减三，然后这个是减三，sin2x，然后它的这一个一减三 sin2x 的时候呢，你其实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减三 sin2x 加一，OK，其实它就是一减三 sin2x 是同样的东西来的，就是加一，全部向上一格。全部向上一格，我刚刚的这一个呢，我的三加一它就会变成四，OK，然后这一边这一个减三加一它就有减二，OK，减三加一这边是减二，然后零加一一，三加一四，然后它的这一个呢，它就会这样。OK，好，然后这边是四，好。然后180度，negative 90，OK，所以它这一边它就有 negative 90，然后过后呢，这一边它的是45度，45度的时候减四，90度一，然后135度四，然后180是一，这样，所以它的 graph 是这样的。一个半，OK。然后我的这一个 negative modulus tangent 2x，OK，首先我们的那个 tangent 2x 呢，tangent x 它 tangent 是这样的，OK，然后，如果它是 tangent x 的话呢，它就是半个一个来到这一边，这一边是360度。然后，可是我现在是 2x 的话呢，这边就180度，这一个是 tangent 2x，OK，然后我要到的是180度，也就是派了，OK，这样，好，然后我的 modulus tangent 2x 呢，它就是刚刚的这一个东西，然后我刚刚的这个其实我只是要在这一边到这一边为止，OK。所以我 modulus 它呢，我加的变成减，OK，它是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再加的变，没有减的变成加，这样而已，都这边180度，然后这一边是这一个，OK，然后过后呢，它在 negative 它的话呢，negative 的话我就加变成减。这一个是我的 modulus tangent 2x，然后很简，
然后我在后面加 e 就全部向上 e，所以它原本在这一边呢是零的话，它向上 e，它向上 e，OK，这样，然后它就变成这个答案了，OK，所以它的这一个呢就会变成negative modulus tangent 2x，然后加 e 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就刚才的是这样了，OK，然后它是这样，然后过后这样。然后过这样，OK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撕下来，这样，OK，这一个是很完整的，就是这样，课本来是这样嘛，OK，我原本是45度的时候，它是一，然后45度就是派per四，然后再除二派 per 八，所以这边是派 per 八，派 per 三派 per 八，五派 per 八，七派 per 八，这样，OK，好。